家好，我的名字叫做郭永胜，是一名来自中国的钢琴老师，现在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钢琴系，多次参演如重要的音乐活动、独奏以及管弦和声乐的艺术指导。在校期间曾深入的学习钢琴文学、钢琴艺术以及钢琴的教学法，曾多次参演如广西音乐培养以及西方钢琴技术在广西音乐民族中的重要课题音乐会。在社会期间曾多次的担任评委，如国牙杯以及桃李少年钢琴艺术节等，指导学生曾多次的获得钢琴比赛一等奖，如肖邦国际钢琴纪念杯、李斯特国际钢琴纪念杯、雅马哈以及考瓦伊的钢琴比赛，并且多次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我的音乐教学风格主要以古典音乐为主，学生包括了初级、中级、高级甚至到艺考的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之中，以严谨的理论为基础，深受大家的喜欢，以幽默的教学风格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钢琴。欢迎大家来到彼得森音乐研究所进行学习，我在这里等你们哟。